夸张。然后我说，咖啡机时间。然后我买了咖啡机之后，我就走到一楼，我想说，我买完咖啡机，好，我要回家了。然后就路过，经过那个傻蹦的专柜，然后我脑波超弱，我想说，哇，这个身体的去角质好像不错，那我应该买来试试看好了，我就觉得最近好像可以去个角质，可能会就是变更亮一点。然后我就想，哦，好，我就买。然后那个小姐就说，对，磨砂膏，对。然后她还说，这个味道的系列还有出就是洗面乳哦。然后我就说，哦，洗面乳，然后家里洗面乳好像也快没了，那我也买。我说好，那我也要这个。然后他就说，那我们这边还有这个什么死海的泥什么泥面膜。然后我就说泥面膜，然后我最近又很喜欢就是敷脸，我不喜欢敷那种一片的，我喜欢敷就是它就是可以自己弄在脸上的东西，然后就是在敷那种就是可以撕掉的面膜啊，或是那种泥的面膜。然后我又买了。